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先去那个鹿园，我们找到鹿园玉的那个地方哦。那鹿园玉的话，我记得在一个某个山上而已。不记得这样欸，可是我实际位置我已经忘记了，所以我们先爬到制高点，太难跳了吧？先走这里。然后哪里啊？我记得某一个山上而已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在哪里？哎。埋在左近的地里。哎呦，莫名其妙，哎，为什么变炼狱了？啊，不是说开局是普通吗？左边的地里有东西吗？刀法加一，下座三绝一。东西啊，真的当，但为什么变艳遇了？奇怪，我不想啊，有存到吗？莫名其妙。然后空无一物。哎呦，他说好东西在哪里啊？我看不到啊。然后我先上网查一下他说的那个他们藏的宝物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在哪里。OK， 先这样好了。好，我找不到。他说可以，他埋在哪里啊？找不到啊。啊，找不到就算了。左近应该是指附近嘛？都看不到。在上面吗？有可能吗？那算了，就这样走。
我们先浪到后面，野猪应该不用打吧？哎，哼，一只而已。走，我们先拉到后面上上去。这边可以走吗？应该是这里。哦，找到了。这就是晚上过来的时候的任务。OK， 杜叔啊，可恶，那可不是我好强大的玉佩和一整包迷药。你吃了迷药就算了，好歹把玉佩还给我，要不拉给伟星。什么状况啊这？所以黑牛的伤，黑皮伤是他弄出来的。这不是文阿叔的宝贝黑黑吗？你现在是想把它做成酱牛肉吗？哪里来的小子？我也敢惹？插双眼，撂鹰腿。怎么还在中毒啊？哦，好痛！黑牛救我，黑牛！哎，哎，太强了吧！哦，还好，黑铁。你不要过来！你要干嘛？我也很能的哦。哥啊，我说你打叔也是有点颜面好吗？这样很难看啊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置我？这嘛，啊，好难决定哦。觉得不要我决定好了。捐借拘谨了。哎，就还是杀了他啊！这样好吗？我是想放过他啦。我们放过他试试看。好，我们再一次。好，走。躲远，先躲远一点。现在没人对 ，OK， 好。再打一次。
超痛。我猜因为是我用隐藏角色，所以难度才直接变炎狱级。那个难度是最近更新之后出现的，它会根据我们一开始开场选择的人物属性做判断。我就放他走了，因为我喜欢的角色，我是想要放他走。海生爷爷他应该也会不爽，走就走，这会后患无穷啊。然后五点多的时候再过来这里，谁知道五点多要来这里啊？要不是我看攻略，我也不知道。五点过来这边是那个文书找文博，然后后再触发一个支线。那我们选其他的呢？留下钱财呢？好，那如果我们留下钱财呢？看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钱呢？钱呢？1023，好烂哦！那都叫爷爷了，叫爷爷。好，叫我爷爷。爷爷，乖。好了，看到这份爷爷的份上，你走吧。好白痴哦。可是看一下哦，不过我的正义没有增加，好啦，就这样吧。好，前往下一个支线任务。好，继续，我们继续前往那个问号的地方。哎，有乌鸦哎！哦，这之前那个人死掉的地方吗？可是没东西啊。嗯，对啊，没东西啊。那个左下角那边呢？这里是洞窟嘛，蛇窟嘛，没记错的话。可蛇窟已经弄完了啊。嘿，嘿，我都不知道我跑去哪了。苏玉姬，我记得苏玉姬这边好像也有两个乞丐，这是干嘛的？嘿，有东西啊，就这样啊，还以为什么特别的，我记得有时候跳难跳，走着。苏玉姬，好像一个城镇哦，先不要走这。先去别个地方，这什么？家鸡。游泳好慢哦！哎，有人，
去。哎，为什么？哎，哦，这很难跳。先整个档。哎呦，一开始应该选无毒金的，因为无毒金你去拿那个毒物的话是不会中毒的。哎，好像是敌人哦，不知道强不强。教他一下。偷他东西。这条路落死啊，嗯，人家在上面。还没冷啊，嗯，没人，有野猪了，休息。他好像没办法选说先给谁打，没办法，就是依照行动值判断的。好，解决。先去下面那间房子好了。哎呦！这是 OK 好，前面有一个屋子，先过去好了。我现在乱走，大家知道啊，因为我根本没有。记。寡妇制造者，是我先选那个吗？兽王册。然后再兽王册要3000还不能选 ，OK， 好，先这样。这好像很重要哎，嗯，然后这边有猫咪是不是？哇，好多猫，真的很多猫。多只猫哦，好，没东西，可以走了。
你喜欢五毒经之后采集毒物就不会中毒了。上不去，哦，走这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边好东西。人家说苏玉记有一个乞丐啊，就是应该他们在找那些找那个老人嘛，应该就是他。找不到人。嗯，还有两边可以走。现在回村了啊。先走另外一边好了。这鼠标呢？我觉得跑步好慢哦。那个寡妇制造者他在哪里啊？野猪网吗？只看到山猪啊。哼，那、啊、快没念力了。中毒值22，怎么还在中毒啊？先回去吧。莫名其妙就有山猪。OK， 休息。先跳上去吧。我回来啦。那五点的时候要去，哎、欸，又回来这了。五点的时候要去找，哎、欸，这边东西，哦，野猪哦，我不想打野猪了。好，这集差不多到这边了。就是这些任务真的很多，而且任务还有分时间性的，哇，这个最麻烦的。升级，嗯，看起来没东西了。好了，又回来了。好了，这集到这边结束了。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频道左上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等我更新影片，你就能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